大家好，我呢叫杨光和，是来自贵州的少数民族苗族。那么我呢，说我只会说中部方言的这苗语，所以呢，我西部方言我只听得懂30%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第二个节目叫做《电钻钻鼻孔》，是我自己独创的节目啊。大家可以看，这钻电钻的钻头有10公分长，从我的鼻孔这里比一下，超出了我的眼睛。如果这横着进去的话，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耳朵部位去了。我现在试一下这个电钻有没有通电啊？已经通电了。接下来我要把这么长的钻头开上电，从我的鼻孔钻进去。可能会有朋友们怀疑我这个钻头是不是软的，是不是假的，会不会收缩啊？我给你们看看，这个绝对不是软的啊，软的它就弯下来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其实是硬邦邦的钻头。好，朋友们，接下来电钻钻鼻孔马上开始，先鼓掌后欣赏，好吗？掌声，掌声。演员演怎么演表演，其他人不要模仿啊，其他人不要模仿。掌声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表演完了两个节目啊，后面还有精彩的节目。接下来我让我的爱人给你们表演一个比较喜庆的节目，这个节目叫做放鞭炮。怎么放鞭炮呢？就是把鞭炮绑在手上来放啊。也祝愿大家新年快乐。好，这一个是一个普通的鞭炮。老筋骨看到一株文章战宝物。好，有没有朋友有火机的借用一下啊？好，大家可以看鞭炮贴在手上啊，这样炸的话会有什么感觉呢？这个是一个民间的，也是我们苗族的绝技。我们苗族有很多民间绝技，有上刀山下火海之类的，所以这个放鞭炮呢也是我独创的一个节目。好，鞭炮马上响起来，大家的掌声也响起来好吗？有香烟没有？因为这个好像风太大。好，炮竹声声辞旧岁啊！好，谢谢大家，掌声，掌声。好，手上还是安然无恙。